男孩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日前运动时意外跌倒破相，她昨天身穿全白劲装现身巴黎时装周活动，在现场惊喜与男神朴叙俊碰头，两人也同框合照。戴上上阵的 Jennie 面对媒体似乎有些紧张，而朴叙俊在一旁搞笑，让现场气氛轻松许多。但或许是 Jennie 的笑穴被打开，摆拽脸拍照时也止不住笑意，频频转身用手遮脸。而朴叙俊见状也贴心上前挡在 Jennie 前方，不让镜头捕捉到 Jennie 糗照。等 Jennie 平复之后再继续拍摄，两人可爱互动意外成为活动亮点。不少网友留言大赞朴叙俊很暖，感谢他帮 Jennie 解围。也有人笑说两人的互动才是主秀，男神女神难得在国外同框，希望未来也有机会看到两人在戏剧作品同框啦。